我回来了。什么海棠？应该叫少奶奶。楚楚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还是以前的顾海棠，咱们大家还是好姐妹。什么少奶奶？明明嫁给的就是一个刀疤脸。说什么呢？人家可是堂堂朗家大少爷，轮得着你说话吗？我说的是事实，不过挺羡慕你啊，摇身一变就是万人之上了。我看你们就是羡慕海棠。喏，月轩少爷在那边呢，他还没成亲。哇，你们配得上吗？月轩少爷，月轩少爷，月轩少爷。做什么呢？都赶紧回去。大少奶奶。大少奶奶，尚师傅，您别这么叫我，这里没有什么少奶奶，只有女工顾海棠，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。嗯，这段时间你不在，大家学习了新的胭脂制作工艺，所以你先不用着急赶工，有空的时候多向樊真请教，争取早日跟上大家。哎，知道了。海棠，木画，你怎么来了？喏，给你尝尝我新做的点心。你们聊。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了？我这不是无聊吗？每天又见不到你，月轩他又总是对我爱答不理的，那我还不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做？哎，走吧，咱们去那边说吧。嗯，好吃吗？口感香甜，入口即化，真的很好吃。没想到你手艺这么好。哼。对了，海棠。自从你回到朗家之后，咱们俩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现在你又来到工房上班，你不会真的想踏踏实实的当朗家大少奶奶吧？没有，我正在想办法看怎么离开朗家。那你想到什么办法了？具体什么办法我还没有想好。海棠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。魔化，谢谢你。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你，日子过得这么无忧无虑的。别提了，我忧虑着呢。我特别想见月轩，但是他又不理我。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过得逍遥自在的。海棠，你就别生他的气了。他为了跟你道歉，那么危险的事他都做了，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的感动？没有，他的心思我永远都猜不透。其实我也猜不透他，但我就是喜欢他，那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原来以为他是因为喜欢你，想要娶你，所以才拒绝了我。可是现在一切误会都解除了，他怎么还是对我无动于衷呢？现在我就在想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有问题？我那天看了个洋电影，里面的求爱场面特别的浪漫，特别让人感动，所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我想布置一个特别浪漫温馨的场面，然后向他表白。你说月轩他会不会被我感动啊？可是墨画，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我怕会适得其反，到时候我担心你会受到伤害。伤害就伤害，我才不怕呢。我从第一眼见到月轩起，我就喜欢上他了。我已经习惯注视着他，我想跟他一直在一起。再说了，月轩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他不会伤害我的，就算伤害了我，我也愿意。有情有义？对啊，他跟月明小时候的事情我都知道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偿还曾经对哥哥的亏欠。虽然说他现在伤害了你，但我也能看出来他在极力的挽回。海棠，你就别再生他的气了，看在他都受了伤的份上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些都给你吃，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，我要回去好好的策划一下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表白的事
你一定要先替我保密啊。嗯，还有，你可不能再像上次那样横刀夺爱了。我走了。海棠姐，嗯，第一天上班有什么心事吗？没有啊。那怎么看你闷闷不乐的？樊真，嗯，你觉得朗月轩这个人算不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？那要看你理解的情义是什么了。情义就是对一个人好，信守承诺，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。有吧？不是很多女孩子都想把自己托付给他吗？他这个人啊，虽然表面看上去巧言令色、花言巧语的，但其实内心是个挺细腻的人呐，而且对员工也好，是个好老板呢。海棠姐，我以前总看你跟月轩少爷吵嘴，还以为你们俩会在一起呢，没想到你最后却嫁给了大少爷。这大少爷平常也不怎么出门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或许这就是老天爷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吧。啊，樊真，这件事我有机会再解释给你听。嗯，好吧。海棠姐，你现在也挺好的，祝福你。我等会儿还有事儿，下午就不回工房了。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帮我顶一下。嗯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呢。这点心分给大家尝尝吧。嗯，好。嗯。来来，看一看啊，看一看啦、啊。上好的珍珠呗，珍珠。哎，姑娘，看看是要珍珠还是要珊瑚？看看我们的珍珠。好。我们的贝可都是最高级的，随便看看。哎呦，小姐，您可真是太有眼光了，这可是最好的珍珠贝，从南洋漂洋过海，才刚到我手里。这可是正宗的舶来品，您看看这色泽，这光度，晶莹艳丽，珠光闪闪的，非常有收藏价值啊。哎，请问这个多少钱啊？您要是要30文钱。您便宜点卖给我好不好？25文吧。这可不行，我们这都是最好的物品。拿着，我帮这位小姐买。哎，好嘞，这位少爷真是阔气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知道你下午要旷工，特地来抓你的。我请过假了。这贝壳的钱下个月发了工资，我会还给你的。你买贝壳干什么？我要给月明做个面具。用贝壳做面具？嗯，本草纲目上提过，贝壳有镇心安神的功效。月明那个面具黑黑的，让人觉得很压抑，他自己戴上肯定心情也不好，所以我想用这个给他做个面具，既美观又有药用价值。你真细心。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我听我娘说你要给我哥治脸。嗯。想到好办法了吗？因为之前我们也给我哥治过脸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每次都给了我哥希望，每一次又都让我哥失望了。所以后来我哥就不愿意再接受治疗了。这一次我翻遍了资料，费尽了心思，就是不想再出什么差池。海棠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怨恨我，把你嫁给我哥了。
所以现在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全力帮你。我只希望你好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说我想要月明给我写一封休书，让我离开郎家，你也愿意帮我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随意承诺。如果你实在要帮我的话，帮我找一些活血化瘀、滋养肌肤的药材吧。这个我肯定能帮你做到。明天我就让人送到工坊去。我还有事，先回家了。哎，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夏荷，哎，咱娘呢？啊，娘这两天在路口老张那里帮忙做衣服呢。咱娘记性不好，你要看好她。姐，咱娘人缘好，走哪儿都有人跟着，走不丢，放心吧。夏荷，姐最近特别的忙，你要对咱娘多上点心啊。姐，你这话说的，好像不是我娘似的。哎，你刚才在找什么呀？哦，我在翻一些资料，想找一个药引子。郎家太太答应我，如果我治好月明脸上的伤疤，就能还我自由了。算他们还有点良心。哎，不过现在总算是有盼头了。可是要想治好他脸上的伤疤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而且这一次是我唯一也是最后的机会了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姐，我相信你，你没问题。哎，我好像记起来，我们家是不是有一个八白散的配方？嗯，对，这个八白散当年在宫里特别盛行，因为它既可以美白又可以祛斑。当时爹爹在它的基础上做了一款遮瑕膏出来，也叫芙蓉膏。可惜这个配方只能遮瑕护肤，不能治愈伤疤，而且配方呢，只有我们爹一个人知道。哎，那咱们就改良一下配方呗。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过，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。你想啊，想用这个八白散祛疤的话，肯定需要更多的配方。哦，对了，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，说世界上有一种神奇的植物。叫做冰晶麒麟。书上写啊，如果把它用在肌肤上的话，可以去掉任何的疤痕，恢复如初。这么神奇啊，我怎么以前没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植物啊？我也只是偶然在书上看到的，至于它到底存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现在我只能用八白散给月明做一个最基础的肌肤护理，最关键的是我要找出这位药引子。姐，我再一次相信你，你肯定没问题的。好了，你看一下。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哎，海棠，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呀？哦，这个是我用一个贝壳打磨出来的，它清新透气，对皮肤也好。你以后就不用总戴着这个黑色的面具，躲在黑暗里面了。谢谢你啊，海棠。其实，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，能够让我天天看到你，我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，真的。你放心，这个面具呢？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。嗯。对了，你现在要做的还是要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，因为人在生气的时候，毒素会扩张到你的血液里面，影响皮肤的新陈代谢。没事的时候，你就去院子里面走一走，晒晒太阳，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。我呢，就负责赶紧把这个配方做出来，治好你的脸。好，反正
我一切都听你的。你身上是芙蓉百合的香味吗？这是我自己做的香囊，你要是喜欢，我下次送你一个。月轩，嫂子，你在忙吗？没事，不忙，我去看看资料。你找我有事吗？坐下说。前几日你跟我说喜欢这个香囊的味道，我特地多做了几个，拿来给你看看。嫂子，都是一家人，干嘛那么客气？这每一个里边我都放了不同的香粉，这样一来可以搭配服饰，二来每天的香味也会不同。可这得多费功夫啊。其实也不麻烦，就是往里放香粉总有些不方便。嫂子说的对啊，这里边放香粉确实不太方便。第一，香粉容易洒落，第二，香味不会持续太久，估计到了晚上也就没什么味道了。如果我们换一种东西放在里面呢？哎，嫂子，如果我们把香料制作成香珠呢？香珠？对，香珠。香珠是固体，而且香味持久，放在荷包里再适合不过了。嫂子，你别说，你真的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灵感。然后我们再把香珠制作成不同的香味，把这个荷包呢设计成不同的款式，让它既美观又便于携带。这样，我们就有了属于自己特色的香囊，再也不需要洋香水了。以后昆阳城每个佩戴香珠的女孩子都会香气四溢的。叶轩，你真的很有才华。嫂子，你千万别夸我，这也是你给我的灵感。我这个人啊，一夸就容易骄傲。对了，嫂子，你善于绘画和刺绣啊，这个荷包的设计你来帮我好不好？我去跟您说一声，就是以后得辛苦嫂子了。不辛苦，就怕帮不上你什么忙。哎呀，不会的。让他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哎，各位，先冷静一下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我相信老板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听见没有？给我们一个交代，让他出来！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出来！求求各位，让一下！少爷，太过分了，你们这些人！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潘大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好，你来了也行。我问你，我们给施家供货，为什么不收货也不给钱呢？对呀，还有我们提供的包装，凭什么拒绝收货啊？你们不知道吗？我们把所有的资金全都压上去了。对呀，我辛辛苦苦从山上运下来的鲜花还没有清洗加工都烂掉了，这笔损失谁来赔？对呀，谁来赔啊？别跟说话。诸位大哥，别急，我爹呀现在确实不在，这样大家请先回吧，让我帮大家问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然后给诸位一个答复啊，好不好？让石老板出来说话，你说话能算数吗？诸位，他是我们施家的大少爷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，好不好？大家请放心，我会尽快给大家答复的。有劳诸位大哥了，先回吧。好，我们就再给施家一次机会。如果你再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那这摊生意我们就不做了。对，不做了。有劳各位，先回吧。你们给我听着，要尽快给我个答复，否则我们会再来的。诸位放心。谭掌柜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花吉里这单生意太大了，从资金到人员都周转不过来了。不行，得赶快通知我爹。哥，月轩，走。看你今天的打扮好精神啊。有吗？有啊，气色都好很多呢。那是多亏了海棠细心照顾，他呀叫我出来多走动走动，看看这些绿色植物，对恢复脸跟心情都有好处。是啊，海棠很会照顾人的。是啊，他真的很用心的在为我治脸。放心吧，哥，我也会帮着海棠努力给你治疗的。
不过，我最近一直在担心。你说他现在是凭借着同情心留在我身边，如果哪一天我把脸治好了，就连他最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了，你说他还会留在我身边吗？那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啊，他要是离开了，怎么办？我根本就无法想象。大少爷，月轩少爷，陈叔，怎么了？施家的那批订单出问题了。这不是好事吗？是啊，听说施家因为这个大订单呢，资金跟人员都周转不过来，现在那些供应商正堵在他们家门口闹事呢。我爹知道了吗？应该知道了，一早就去了店铺。哥，我和全叔去看看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哎，是老伴，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呀！现在外面都乱成一锅粥了，这样下去别说缴获了，连组织生产都难。黄麦办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也想不到这些个刁民居然这么难合作。哎，情况怎么样？他们愿意配合开工吗？他们都说办不了了。啊，那我怎么办？我的合约怎么办？别急，黄麦办，我爹有办法，说实话。他有什么办法呀？他要是有办法，就不会这么坐在这里。石老板，这个单子我看你没有能力做，我还是去找别人合作吧，要不然造成的损失谁也担不起。别走，小小姐，别走啊，爹，我现在给他追回来。行了，不用睡了，就算把他追回来，能够解决问题吗？你给我去一趟朗家，想办法说服朗月轩和他爹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全盘接过我们的订单，或许还能够挽回我们一些损失吧。不是，爹，这方案本来就是我偷的，你现在让我找他们收拾烂摊子，他们能帮我吗？那就想办法动动你这个猪脑袋呀！你跟朗月轩不是好兄弟吗？朗老板，好啊，月轩，你也在呀、啊？朗伯父好，月轩好，你们二位这么郑重其事的来，还真让我有点不适应啊。月轩，别在这取笑我们了。你知道我们来找你干嘛？朗伯父，我错了，现在只有您能救我们了。哦，是的，朗老板，朗老爷，朗大救星，我是来求您出手拉我这一把。这个胆子砸了，我可真没脸回去，整个昆阳城以后的买卖就算了。坐。黄买办严重了，狄文他是无知小儿，我怎么会生他的气呢？生意场上本来就是利益当头，何为对错？只不过这昆阳城的胭脂生意不在乎大小，只在乎平衡，这种平衡一旦被破坏，无异于是杀鸡取卵呢。浪伯父，不瞒您说，因为这个订单太大了，分包合作工序繁琐，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。可是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掌控的地步，每过一天都是在拖垮我们，资金紧缺，人员不够，现在我们施家已经没法正常运行了。狄文呐，你爹最近身体还好吧？他
他正安抚工厂里的工人们呢。胖子，还真不是我说你，你说师伯父那么大岁数了啊，还为了你的错误四处奔波呢，你这多让他老人家为难啊。对对对对，你批评的对，聂月轩，我知道你还在怨我呢，是我有错在先，都是我不好。这样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就帮帮我们呗。啊，是啊，郎老板，现在不是诗行路一家的问题，是整个昆阳城胭脂业都混乱了。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当日你在商会里和施老板签订了合约，得到在场所有人的认可，现在他把事情搞成一团乱麻，我又何德何能收拾这个烂摊子呀？月轩，你那么有商业头脑，而且这个方案本来就是你想的，你肯定有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。月轩，你就别为难我们了，你第二、第三方案到底是什么？爹，这件事情啊，咱们换个角度想想。如果这单生意做不成，我想受影响的不止他们一家，我相信整个昆阳城的生意都会受到影响。这以后啊，像这种大的生意，谁还会找昆阳城的商人合作？哎，对对对，月轩说的极是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现在合作的小商户怎么办呢？大家都怨声载道，搞不好还要闹事的。爹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现在合作的商户呢，我们还继续合作，只不过在条例和规矩上要细节化，还要有严格的监管和验收，让他们尽量的减少损失，但是产品的合格率我们一定要保证。另外就是交货的时间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另筹一笔资金，然后再从外面进一些原料，这样双管齐下，两条腿走路，想完成这笔订单还是很有希望。月轩，你才是最好的生意合作伙伴。郎伯父，我替我爹向您赔个不是，我保证以后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那好吧，华买办，我还有个要求，从今以后我们朗家是昆阳唯一的供货商。迪文，回去转告你父亲，前期你们已经生产的那些货物要转给我们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赶完剩余订单后估计才刚刚好赶上交货日期。啊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。那好吧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谢谢你。谢谢你，月轩，快点走。快走，我们要赶紧去北郊街。爹，恭喜啊。现在不宜高兴过早，你马上按照你刚才说的方案执行，切记不能出现差错。放心吧，我早准备好了。这件事也算是塞翁失马，因祸得福。最主要的呀，是给了施济州一个教训。爹，你来了。师伯父好，我是受家父之托来交接这次的订单事宜的。月轩啊，回去告诉你爹，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。伯父，瞧您这话说的，在生意上咱们就应该多多互帮互助，对吧？这万一郎李纯以后有难了，您也得多帮帮我们呢。月轩，还有一批货需要你去检查，你检查一下。怎么还有一批啊？来这儿。这小学同学我得邀请。
商会的那些老人家们也得邀请，还有谁啊？小玉啊，嗯，您说，我问你啊，什么叫家大业大，钱多买卖大？一提谁都知道。那咱们昆阳有多少户这样的人家？城东朴染作坊李庆和家，城南卖芝麻的杨柳生，城西贩粮食的王大新，城北管我什么呢？爹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快进来，正好有事找你。来，坐下来。嗯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秘啊？我想问你啊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你有一天遇到了自己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女人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她十拿九稳的搞到手？什么叫搞到手？这话多难听啊！你爹我呀，还是很注重情感的。你看家里那么多姨娘，哪一个不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你爹？我说的跟他们那种不一样，我说的那种是让你朝思暮想，一见到面就走不动道那种。嗯，但是他又总是拒你于千里之外，对你爱答不理的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怎么办啊？嗯，拿去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我也没跟你开玩笑。这打死了人不就没了吗？留着不是更难受吗？爹，你能不能严肃一点？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近在因为什么事情伤心啊？闺女啊，爹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你已经尽力了，但事与愿违，无非是人家跟你对不上眼儿，又或是心有所属，与其为难自己，不如快刀斩乱麻，一枪崩了他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咱家又没外人，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呗。有些事儿啊，一旦自己做了决定，就别给自己留退路。这退路是将来留着给自己后悔用的。你爹就从来不给自己留退路，所以说当断你就得断。说的有道理，毕竟你活了这么久，当然经验比我多啊。实话就是不好听啊。爹，您别看我平常总跟您没大没小，其实我心里最尊敬的就是您了。嘿嘿嘿，你还跟爹客气呢？说啥事儿？我想问你，这昆阳的报社的记者啊、社长什么的，你熟吗？哎呀，那些人呢，我一叫一大把呀。怎么了？太好了，赶紧把他们介绍给我，我找他们有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看你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还跟我保密呢？行了，你赶紧去忙你的吧。好好好，我走了啊。红花小姐，这里是昆阳最大最有名的餐厅了，本身就是杨老板开的，这里的摆设都是老板去各国游玩的时候给淘回来的。另外我们这里还有大提琴，您要想听什么音乐呀，都可以跟我们说，我们给您点，他们也都可以演奏。您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那就定这儿吧。小玉啊，你跟着经理去把定金付了。是。嗯，这边请。你也可以试试，银白非常适合。好看吗，小姐？真好看。现在进度怎么样了？麻烦你算一下，按照现在这个速度，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完成啊？照这个进度，只会提前交工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啊，今天从市里运过来那批货，有时间你验一下，看看质量是不是合格，还要统计一下数量。好的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嗯。玉神，
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啊？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啦？走了。哎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我后天想举办一个聚会，我要邀请你来参加，这是请帖。什么聚会啊？哎呀，你到时候来了就知道了，你一定得来啊。我尽量嘛。海棠，你一会儿陪我出去走走，好。海棠，你们最近总在忙什么呢？是不是接到大生意了？嗯，接了一个大订单，大家都在忙着赶工，还有几个工人都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。你现在名义上还是少奶奶，很多事情没有必要亲力亲为，别让自己太累了。我没事，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，而且忙这些该忙的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有价值了。你开心就好。怎么样，你看我今天的发型还有这身衣服好不好看？我专门请的设计师为我高级定制的，真好看。其实今天我是来给你和月轩送请柬的。请柬？嗯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要向月轩告白，现在我全都准备好了。我包下了全昆阳最大的咖啡厅，请了满城的名媛，见证我俩的爱情。墨画，你真的打算搞这么大的阵势向月轩告白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请柬我都发出去了。我请了同学、朋友、亲戚，还有全昆阳所有有头有脸的人，他们都会到。我爹跟我说过，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要么就别做，要做就要做得轰轰烈烈。墨花，万一……我是说万一啊。万一什么？万一玉轩当那么多人的面没答应你，你怎么办啊？他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从这跳下去。啊，墨花，哎呀，你疯了。海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月轩的感情，月轩可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曾经我以为你们两个情投意合，我除了失去最心爱的人，还失去了最好的朋友。当时我真的有想过去死的。现在好了，老天爷又给我一次重新追求月轩的机会，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住，我一定要追到月轩的。海棠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得帮我。这回月轩要是再拒绝我的话，我真的会去死，我说到做到。海棠，我求求你了，只有你能帮我了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海棠，你说句话啊。玉轩，睡着了？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？坐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儿啊？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聊一下墨画的事情。墨画？墨画怎么了？他最近在准备一个聚会。他给你的请柬你接收了吗？请柬？啊，我都忘了。对，我是收了，但是我没打算去。你不打算去，那你为什么要接收呢？他当时跑来找我，我也没想太多。再说了，这两天工坊很忙，我也没时间去啊。墨画为了这个聚会花了很多的心思，所有的布景风格全都是按照你的喜好去布置的。如果你不去的话，他会很伤心的。不会的，我跟墨画从小到大都是这么相处的，他不会多想的。可他从小到大都喜欢你，把你当成很重要的人，这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也喜欢她，她跟晶晶一样，都是我的妹妹，我也把她当作亲人一样。月轩，
木华这一次是认真的。他跟我说，他爱你，想要嫁给你。他还说一生一世都不想离开你。我跟木华呢，只有兄妹情，没有儿女情。而且，你觉得我会跟他结婚吗？可是墨花为了你都快失去理智了，我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。那我也不能欺骗他的感情吧。欺骗我的感情吗？是我太认真。